欢迎光临，请问你吃点什么？我要一大份沙拉。还是不吃肉吗？那再来个牛肉汉堡吧。好嘞。还是不行啊。唉，大熊虽然长着很大的个子，看上去凶巴巴的，但是它是一只吃素的熊，只要一吃肉就会大吐不已，而且它胆子非常小。有老鼠！哪有老鼠？哪有老鼠？大熊以为这辈子只能一个人吃饭了，可是有一天，宅猫有没有胡萝卜？怎么了？我出门看到一只小兔晕倒在路边，快要饿死了。我要吃牛肉汉堡。爱吃肉的兔子，那我就给你做一个吧。食神归位。牛肉馅加洋葱和调料放在锅中间，汉堡胚抹黄油两面煎，在面包上放各种食材，另一边抹上酱料。牛肉汉堡。好厉害！哎呦我的妈！从此他们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宅猫，给我来一份牛肉汉堡，给他来一份沙拉。大熊开始吃肉了。您的牛肉汉堡和沙拉。不管你有多特别，这世界上总会有和你匹配的朋友。